这是在加拿大无意间拍摄的狼群站位图，它让人对狼的聪明程度真是不寒而栗。这是一个典型的狼群，总共有25头狼，而这个队列也清晰地显示了狼群的组织架构。很多人以为走在队伍最前面的肯定就是狼群的首领，其实不然，最前面这三只狼是狼群的第一梯队，他们竟然是狼群里的老狼和病狼。老狼是狼群里经验和阅历最老的，让他们走在最前面，一个是避免他们掉队，再一个就是可以把握前进的方向，控制整个队伍前进的速度和节奏。紧跟在后面的这五头狼则是狼群里的最精锐，战斗力是最强壮最厉害的狼，万一狼群受到攻击，及时补位保护前翼，负责整个狼群的安全。再往后，数量最多的这一部分是第三梯队，他们是狼群里的妇女儿童，是狼群的未来，他们在整个队列的中间受前后梯队的保护。紧随其后的第四梯队和第二梯队一样，都是最强壮和最厉害的狼，负责保护狼群后裔。而最后还有一头孤独行走的狼，而他就是整个狼群的首领，狼王，为的就是确保没有任何一头狼掉队，还能一边观察整个狼队，如有危险还负责断后。所以狼群真的是不简单。而反观人类，老大通常走在最前面，弱者在最后面。有些企业口头喊着狼性文化，但他们真的懂狼吗？